战役是解放战争大决战阶段的首场战役，决战前夕战场局势纷繁复杂，大决战为何一定从东北开始打响？在决战之初，锦州的争夺是重中之重，东北野战军官兵是如何拼死抵抗，最终顺利夺取锦州的呢？著名军旅作家王树森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王树森解读辽沈战争》第一集《攻打锦州》，敬请收看。1946年6月，国民党军在完成发动全面内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后，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奋起自卫。全面内战开始时，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蒋介石宣称要在48小时内歼灭中原解放军。2个星期占领苏北，3个月至6个月打败人民解放军，而毛泽东坚定地指出，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从1946年7月起至1947年6月止，人民解放军在一年的内战作战中，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共歼敌112万人。自己总兵力由127万人发展到195万人，而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从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为373万人。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为中路，实施中央突破，直奔大别山；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挺进苏卢豫皖地区；以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同时以西北野战军为一翼，出击榆林，吸引进攻陕北之敌北调；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为一翼，在胶东展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敌牵向海边。三路大军打到外线，调动和吸引国民党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的90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国民党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仍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包括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谭震林、许世友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野战军、徐向前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汉粤兵团等，也同时加紧发起攻击，并渐次转入反攻。1948年夏天，东北民主联军发动战略反攻，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局。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发生在1948年9月到1949年2月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是中国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大军事集团三次决定性的战役，史称大决战。在装备简陋、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共产党军队经过艰苦奋斗，最终取得了大决战的全面胜利，并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当我们回首往昔，在60多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人民解放军用鲜血与生命书写的战争传奇仍感动着我们。这里有关于政治智慧与军事谋略的较量，有关于意志与信仰的抗衡，更有关乎百姓、关于民心、军心的支持。那么，要了解这一切，就让我们回到决战前夕的1948年，当时的全国战场局势是怎样的呢？从今天起，著名军旅作家王树森
将带我们重回60多年前的那段风云岁月。系列节目《王树增解读辽沈战役》第一集《攻打锦州》，敬请收看。我们知道，解放战争爆发于1946年的六月，那么到1948年的六月进行了两年。解放战争进行了两年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做出了一个判断，认为以国民党军的最后的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了，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要知道，这个判断应该是超前的，或者是大胆的。为什么呢？军事对垒，它是兵力和武器的抗争，这是至少是个重要标志吧。但是在1948年六月的时候，国民党军和共产党军队无论在兵力上还是在武器上依旧处于劣势。我们这儿有一个统计啊，战争进行到1948年的六月的时候，国民党的军队的总兵力是365万人，而共产党军队的总兵力则为280万人。我们相减一下，就发现双方的总兵力整整差了85万人。而且国民党军他的兵种是齐全的，他不但有陆军部队，他还有空军、海军、特种兵。而共产党军队呢，在1948年六月的时候，依旧是一支纯粹的地面作战部队，也就是说陆军部队，没有空军，没有海军，特种兵也很少。另外，就陆军的武器装备而言，国民党军队的装备远远好于共产党军队。那么在这种兵力与武器装备悬殊的情况之下，毛泽东为什么认为大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呢？有这样几个依据。第一个依据，共产党军队已经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广大的国土，占据了优势的战场态势。第二个依据是，咱们说一说兵力。刚才我们不是说我们的总兵力要处于劣势吗？但是呢，这有很有意思一个趋势。战争进行了两年的过程当中，共产党军队的战场消耗小于战场补充，也就是说它消耗的少，补充的多，而国民党军队正相反。还有一个依据，就是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加剧，民不聊生，工商业凋零，财政赤字达到了天文数字，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而共产党解放军经济繁荣，生产发展，有足够的物力来支持我们的军队作战。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依据，就是民心和军心所向。我们知道战争进行的第二年，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国民党政府已经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抛弃，尽管增加了镇压的力度，但是无法扑灭国统区人民群众反政府的烈火。而共产党人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心的支持，也得到了广大民主党派的真心支持，是民心所向的。另外还有一个军心，作战是需要士气的，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
而共产党军队求战心切，士气旺盛，以上四个依据加在一起，就是毛泽东同志得出了大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的依据。蒋介石和毛泽东同时把目光盯到了东北。两个人为什么认为东北必然爆发第一场战争？首先我们看看地图，东北啊，我们的国土像一只公鸡，雄鸡啊，那个东北地区是鸡头，这个鸡脖子是一个长长的走廊，很窄，以这个脖子这个地方为界限，我们通常称之为关外和关内。地理位置上的特殊使当时东北地区经济非常发达，肥沃的黑土地使农业生产非常的发达，它粮食产量很高，支撑战争最基础的东西之一就是粮食。另外当时东北地区有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很发达，我们至今还发现东北地区的铁路比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铁路都密集，这是重工业发展的一个标志。那么有了工业和农业的支持，无疑东北地区就是战略决战的一个最有力的后方基地，谁占据了它，谁就有了这么一个基地。第二，双方都已经在东北部署了重兵，这个重兵在双方的统帅心里都是一支强大的预备队。什么意思呢？谁要是把东北问题先解决了，就可以把部署在东北这些主力部队腾出来当做一支战略预备队，双方无论谁胜谁负，只要占据了东北，他那些主力就可以入关，主力一入关，那么对中原战场甚至长江以南的江南战场都会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还有一个，双方统帅认定东北地区必然爆发第一场战役的原因是，当时东北战区是唯一一个共产党军队的总兵力大于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的地区。当时啊，卫立煌集团在东北的正规军加上非正规军的总兵力大约是55万，而东北野战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103万，超出一倍去了。如此在兵力上的优势，战略决战要不在东北开始，那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既然大家双方认定这个决战必然从东北开始，那么这场战役决战将以怎样的方式开始呢？决定战役态势的要害部位在哪里呢？我们还得看地图。我刚才说了，东北地区是鸡头，这鸡脖子很窄，从地图上看最窄的地方不足300公里，不足300公里，也就是最薄弱的地方。显而易见，谁占领着这个鸡脖子的地方，谁就等于掌握住了进出东北的大门。于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不约而同的把目光就指向了这个鸡脖子的位置，那个地方有一个军事重镇叫锦州。既然双方对打锦州、守锦州都有思想准备，那么接战开始于锦州外围不足为奇。但是和以往作战不一样的是，两军只要一撞，战斗立即进入白热化。
我想原因有二。第一，双方都知道此一战的重要性，都知道攻击方攻击是大门，守军守的是大门，这个大门不能丢。第二，在此之前有相当一段时间，东北地区的国共两军没有发生大的战斗，没有发生大的战斗在积攒的能量，所以一旦相撞，战斗马上变得十分激烈。有个例子是发生在锦州北部锦北地区，9月25号那一天，东北野战军的九纵插到了锦州北部地区，控制了公路和铁路，包围了锦北的一个重要据点叫帽儿山，同时也包围了锦北地区的国民党暂编22师，给他包围住了。回电命令他们迅速购置工事，一定要站住脚，南下作战远途而来，关键是你要在那儿站得住，别让人给你赶跑了，你才能谈的时候下步作战啊。所以说25号天一亮，锦州城里的守军的远射程炮啊，这炮弹就能打过来，就这么近。国民党军出动了10几架飞机，轰炸九纵的这个阵地，然后从锦州城里出来2个师，向九纵进行反扑，给你轰出去，不让你站住脚，夺回这个锦北地区的制高点帽儿山。和解救对被包围的暂编第22师，所以说这双方只要一接战，就空前的激烈。在战斗当中，九纵25师74团的一连突然找不着了，和部队失去联系了。唯一知道的情况之一是什么呢？是这个连啊被大量坦克和国民党的步兵啊给堵在一个村里了，这个村子叫白老虎屯。为了了解情况，不停地往那儿去派通讯员，但是通讯员全牺牲在半路了。这白老虎屯离锦州就2公里，在一条公路上，锦州城的守军出动部队解救暂编第22师，他必须经过这个公路上这个村儿，但是一连卡在那儿，就是不让他们过去。你要知道一连面对是多少敌人，正面攻击这一个连的往往是一个整团，所以战斗当中啊，各个排3个排基本都伤亡差不多了。最后进攻的国民党军把这个白老虎屯的村子给点着了，浓烟滚滚，烈焰熊熊，双方就在村子里展开肉搏，一直到了晚上天黑了，这个战斗还稍微平息了一下。指导员叫田广文，清查了一下全连的人数，他发现只剩下37个人。你要知道那时候东北野战军的一个连队的普通编制都在150-160人以上。田广文那年是23岁，是河北遵化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16岁参加八路军，19岁入党了，他现在指导员啊。作为指导员，他懂得更比战士们多懂的一些道理，就是我们要不惜流血牺牲，打败蒋介石政权，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我们出身贫苦农家，我们必须为父母的冤仇报仇，为此不惜生命。所以在那一刻，田指导员就决定和这个37名官兵就死守在这儿了，就死在这儿了。
晚上国民党军一般是不进攻的，距离很近，喊八路兄弟们快投降吧，你们没地儿保了。在整个解放战争的过程当中，国民党官兵往往还是称共产党军队的官兵为八路。这个田指导员让战士也回话说，蒋军弟兄们，你们的家乡已经被我们解放了，你们家都分了地了，你们怎么还是为蒋介石来打仗呢？你们有良心没有？不要卖命了，赶紧过来吧，别打了。喊着喊着肉搏又开始了。为什么？国民党军必须从那儿突过去，不然那边的暂编二十二师就完了。村子里到处都是厮杀的声音，到了最后盯不住的时候，这个连长叫陈学良，他听见了机枪的声音。这个机枪的声音是水压重机枪的声音，是苏制武器。一听来神了，说的同志们，咱们就坚持到最后吧，增援部队来了，那是我们机枪的声音，国民党军队不使这种机枪。白老虎一战啊，九纵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一连活下来的官兵27人，所以国民党军第一天的攻击是从凌晨就开始了，首先就是铺天盖地的炮火准备，山炮、野炮、榴弹炮、加农炮，海军军舰上的舰炮，空军的炸弹，狂轰乱炸呀！这一炸把刚刚修好的塔山阻击阵地那工事几乎都炸塌了，地堡也刚修好，地堡也掀了顶了。四纵、十一纵官兵在轰炸当中就出现了巨大的伤亡，然后就是成团成营的往上滚动的冲锋，攻击的每一个点，攻守双方的兵力都非常悬殊。在一线阻击的是四纵的十二师，我们就要记住这支部队。当时有两个点是重要的，一是塔山那个村是个村子啊，铁路从这个村边过去；还一个点就是旁边的一个叫白台山，所谓山是个小土包而已，是个制高点。在白台山七号阵地防守的是36团的一个警卫二排，这个警卫二排只一个排43名官兵，打退敌人第六次冲锋的时候，干部全伤亡了。43名的这个二排剩下9个人了，幸存的战士全被那个炮弹掀起泥土埋在土里边去了。增援的部队上来给他们挖出来，扒出来，继续阻击。在塔山阵地防守的是34团，34团在炮击当中，首先他那个团指挥部就落上了炮弹了，团长、政委、通信员、参谋长，反正大约有6-7个人吧，一大半人都负伤了。我们仅仅说第一天还是试探性的攻击，说第二天又是从清晨开始，这是国民党军正式攻击了。两翼迂回中间突破，虽然是老一套，非常有效。中间是什么？就是塔山村那个核心阵地，守塔山村那个核心阵地是34团的一营。攻击一开始，前沿马上就混战在一起了，根本就没有界限了。伤亡太大了，前面的一营啊没办法，就往后退，退到哪里？退村里去了。那个塔山是一个村嘛，接着就是这个村啊已经被炸得残垣断壁了，反正就是在墙后头啊，在那个破屋子里头就在那儿跟你死缠，我就是不让你占领这个村。每一个破残垣断壁之后都是肉搏，双方就滚在一块了。
以致什么呢？以致双方支援的炮火不敢打了，双方已经混战在一起了。这个塔山村啊，几番的这么争夺，但是还没有丢。第二天，双方的伤亡又在增加。第三天的时候，由于伤亡太大，双方都没打，休整。但是都知道，第四天肯定是一场血战。这第四天是什么？是1948年10月13日。这一天都进入双方的战史，被称为惊天动地的一天。这一天的攻击更早，天还没亮着，在塔山村前沿阵地上，哨兵突然发现人影，发现敌人摸进来了，赶紧喊敌人来了，敌人来了，进来了。这是一支敢死队，半夜就潜伏到这儿了，就想摸进来，先把你这个村子给摸下来不可。结果这个这一喊，部队迅速反击，这支敢死队是一个没跑，全给包了饺子了。这时候天就亮了，大量的飞机飞过来了，重炮也开始轰击，塔山的一线阵地再次陷入火海。四纵的28团的阵地上，一开始进入白热化。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就集中这一点了。国民党进攻方的这个火炮集中就是收拾这个28团阵地。那么为了支援我们部队的反击，我军的炮火也在打这一点，结果这一点上弹片横飞。所以说28团这个阵地上的这个机枪手和我们的步兵是无论如何顶不住这个国民党军步兵的冲击。结果随着混战这个范围不停的扩大，不停的扩大，干脆吧，双方炮也不打了，就听见双方官兵搏斗当中的咒骂声、厮打声，就在阵地上滚来滚去，滚来滚去。所以说这一天双方的伤亡进一步扩大，这一天国民党军伤亡1245人，而四纵伤亡过千了，四纵伤亡了1045人。防守塔山的四纵的两个主力团，最主要是两个主力团，34团和35团，一个连就160多人，一个团多少人，我们算一下，最后34团下阵地的时候剩下了21个人，35团下阵地活着走下阵地的不足100人。锦州守军着急啊，你离我就40里地，你那个打仗的炮声我都听得见的，你怎么就过不来呢？所以不停的给蒋介石发电报呼救嘛。但是从塔山方向增援锦州的国民党军就是没有前进半步。塔山之战长久的让国民党军队一方感到困惑不解。在塔山前沿阻击的最多的时候不超过4个团，而且明明知道阻击方无险可守，怎么看似顺手可以抓到的塔山阵地，怎么4个军队轮番攻击，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就是无法过去呢？军事常理上作何解释？共产党军队官兵不是肉长的吗？共产党官兵确实是肉长的，但是他们用血肉之躯组成这个屏障可不是一般军事意义可以解释通的。我们知道一个故事，半夜鸡叫。半夜鸡叫的作者是高玉宝。塔山之战的时候，高玉宝是35团的通讯员。这个35团的这个是两个通讯班，也打得差不多了，就剩下5个人了。
其中包括年轻的高玉宝，电话线全部被炸断了，传令必须用人上去。所以说十四日那天，团长命令高玉宝把命令传到六号阵地去。因为什么？六号阵地已经没有人了，必须派部队上去。你现在赶紧跑到九连那儿，让九连赶紧上六号阵地。高玉宝咣咣的往九连跑，九连在那山洼里头正在吃饭，高粱米正往嘴里放。高玉宝传达了，团长让你们上去，六号阵地没人了。指导员放下饭碗，对全体官兵说，大家都给我吃饱了，这就是我们此生的最后一顿饭，吃饱了跟我上。九连官兵扔下饭碗就上去了，打了一宿。第二天高玉宝又被团长叫起来，说的六号阵地又没人了，说你赶紧把警卫连带上去吧。高玉宝带着警卫连往六号阵地爬，爬到六号阵地的时候，眼前的情景是让他终身不能忘怀。一片焦土，九连官兵基本都倒下了，正是国民党军发动新的冲锋的时候，往上冲的时候，他看见一个战士腿被打断了，爬着想抓一挺机枪，怎么爬都爬不动。回头一看，断腿挂在一个枯树桩子上了。这个战士拔出刺刀就剁，就愣把那条腿剁下来了，然后把那个断腿扔向敌人，抓机枪就打。警卫连上来了，暂时稳定了阵地。这个断腿的战士叭叭叭从土里又扒出一个战士出来，还活着，但是眼睛瞎了。他说我打机枪，你看不见了，你能压子弹吗？咱俩不回去。警卫二连是想给他们抬下去的，他说你不要抬，不要管我，我还能打，谁都不愿意。战斗结束的时候，高玉宝特别想找的这两个战士，但是他没有找到，他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很多年很多年之后，高玉宝去塔山扫墓，才在参战的花名册中找到了这两个战士的名字。失明的战士叫宁吉高，断腿的战士叫冯兆生。我们无法得知这两个勇敢的战士是不是还活着，如果今年还活着八十多岁了。他们除了付出了鲜血之外，得到了一枚奖章之外，他们没有奢求别的，普通战士，但是得到了一个新的中国。所以说无论他们此刻是在人间还是在天堂，我们这辈子都要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所以塔山之战距今已经62年了，我们至今还怀念在战斗的时刻丢下饭碗冲向阵地的九连的官兵。所以在和平时代的某一时刻，我们想起他们的时候，依旧是双眼湿润。我们非常惦记他们人生最后的那顿饭到底吃饱了没有。塔山阻击战为东北野战军赢得了攻击锦州的宝贵的时间。
也保证了辽沈战役的侧翼安全。但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其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军事堡垒，为了彻底关闭东北大门，那东北野战军官兵还要经过怎样的殊死作战呢？辽沈战役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意想不到的转折呢？请听下一讲，谢谢。在辽沈战役中，锦州的争夺是重中之重，国共两军谁能占据锦州，谁就能控制东北局势。但国民党军看似合理的战略，却在自我内耗中消弭，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却以一往无前的勇气夺取了锦州。胜败之间究竟是什么起了关键的作用？百家讲坛栏目邀请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为您精彩解读辽沈战役中夺取锦州、关闭东北大门的一段往事。